开门受业，小弟我又何必在这白白干3年的苦力？屁都没学会，什么时候才能像师尊那样飞檐遁海啊？ 邪物作祟，追！ 先是功高震主，陛下自然留职不得。飞鸟尽，良弓藏，这么简单的道理，唐大人难道不明白？所谓乱世治方，盛世治源，
引间为王朝所行之事，绝技上不了台面。先往生教一灭，天下太平。镇魔司引间的诸位，恐怕就不是罢免辞官这么简单了。平衡早已被打破，不若踌躇不前，恐怕活不到今时今日。昔日往生教留有一女。 世称魔司，自从这魔司大师被封教，本想跟天下忠义，可谁知道王宗教的余孽，一桩难平。啊！先是降临，仗义出手，咱们王宗教余孽一网打尽，这才有如今的太平盛世。好。 唐大人，如能将此女交付于我，重振往生教，必能保住引间，在镇魔司的一席之地。此女现在是镇魔司最高级，而我连她所在都不能近身，又何谈抓捕？此女有你的死对头护送，正在回京路上。 之前被往生教主锁了16年，又跟我们在深山老林待了5年，此番下山，对世间好奇也是自然。不必看得那么远。只要他一日被穿上麒麟，便依然是魔性。况且，我们此番进城离玉姬时间提前了一天，我怕再生变了。 如能设潜伏击，那除掉心头大患和保住性命，就都能做到了。镇魔司的事，镇魔司自有了断。 谁说不是呢？小妹妹，没事吧？是叔叔。 Thank you.
他们只是晕倒了，并无大碍。哥，刚才那些什么人呀？锦绣龙袍，鲜血会，万里江山，白骨头，天道邪魔鬼神经，魑魅魍魉附身形，镇魔司引荐。 统领大人，息怒！哼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打的什么主意，想刺探老夫的底牌，统领风，我腻了吧？若不是现在正是用人之际。 定将你千刀万剐！统领大人，不知急召我们，是否有重要任务？快快请起。我们边走边说。是。玉虚山仙师降灵，年逾400，本是神迹。 但我司收到可靠消息，说其中有些猫腻。世风仙师开山授业，
你替老夫走一趟，去玉虚山一探虚实。萧震五年养伤，全凭统领大人悉心照料，如今已是恢复如初，定当为我司赴汤蹈火。嗯，有你在，老夫就安心多了。啊，对了，那孩子现在怎样？老爷子请放心，吴昌五年来一直细心教导，安分守己，绝无异心。守正之徒，英灵指路，外除邪祟，内聚外道，手足情长，阴阳殊途，后有记者，不负初衷。大赵王朝，镇魔司，行天命，在人间，除魔卫道。好好和兄弟们聚聚。临危为引，聚魂为心，一无前尘，光阴无益。好久都没练了，今天跟你比划比划。哼，什么破玩意儿！乡巴佬，你懂什么？这可是师尊亲传我的四象伏魔大阵。得了吧，就你那几下半吊子水平，还是留着那小姑娘身上可以用吧。哇，大方脸，今儿我就让你知道降灵师尊亲传的本事，让你看看我的厉害。降灵这种化仙级别的大人物还亲传给你？哼，那可真是师门不幸啊。你给我看好了。哎，官场大哥和牛魔大哥不是都死了吗？怎么还活蹦乱跳的？你给我闭嘴！少，萧凌初来镇魔司，还不了解情况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这也不能怪他。我服了还不行吗？对呀，来。此鼎，名曰聚魂，可将生者对逝者的记忆再现。现在殿中灵位，都是镇魔司冥剑中的英雄，我们现在只能通过聚魂鼎对他们吊唁。救命啊！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，真好玩。哥，你看嫂子她……哼！你们先回去吧。起来，来，吴昌。哎，别动，他还小，没完了是吧？耐心点。行了，哎，还动手是吧？哎呀，让你看看我的厉害！你，今天我让你看看降灵师亲传的本事。甲辰年十二月初七，萧大人率部大破往生教总部，
镇魔司民间何等风光，世人传颂，永不绝耳。却不知，民间每次的成功，都是引间的弟兄潜入敌后拿命换来的情报。幽州奇袭计划，是因为小童在往生教潜伏得来的消息。但是，萧大人却忘了与引间的密探接头，更纵容部下官宠击杀了被活祭的小童。引间修炼邪术，所以一直不能被镇魔司承认。即便殉职，也不能接受追封，更不能像他们一样风光大葬。死了就死了，我还母悲懂怜。他当时已然死去，那也轮不到你。如今却只能用眼术把他的尸体做成傀儡带在身边。你们的处境我并不清楚，但是你的痛苦我感同身受。不需要你的同情。就是他们那天晚上袭击我们的，拿自己手下做傀儡，禽兽！喂，你干什么？别紧张，这次我不会再打你了。哎，这个娃娃真可爱，是你做的吗？你拦我就是问这个不可以吗？你喜欢他？嗯。嘿嘿。萧凌，跟我回来。老大，我们真要按照老的意思去刺杀仙师。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离他远一点，你听到没有？知道了，小子，疼。仙师降临，神鬼莫敌，我们恐怕有去无回。先按原计划行动，其他不用担心，我自有打算。
走吧，别玩了。需要帮忙吗？这个阵法可是很厉害的哦。我堂堂一个镇魔司都尉，若连守山阵法都进不了，岂不是让世人笑话？山门，老不死的，你说谁邪祟呢？几位前辈，这位是镇魔司都尉萧镇，持张骞统领的手谕前来参加仙师的开山大典，烦请各位前辈行个方便。既是萧都尉，定能过得守山大阵，自行上山便可。若是过不得，烦请您几位自行下山吧。老不死的，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我玉虚山诸邪大阵百邪不侵，过不了阵便是邪祟。不许你骂我哥。哼，我不怕。无门反。五十年前，玉虚仙师以九幽冥火锻造龙骨，造出三把，并亲自刻入符印，一并送与大赵王朝镇武军，以报皇恩。原来是花将军的后人。玉虚山与我花家世代交好，前辈莫非是要毁了这份情谊？还是说前辈忘了训诫的第157条？凡见仙师法宝归山，必奉若上宾。萧都尉，请。
前辈。弟子归，圣人训，守孝悌，赐谨信，泛爱众。看来这玉虚山开山授业，并非是说说而已。这仙法典籍随意取阅，果真大家风范。如今太平盛世，仙师院授业于民也是好事。哎，就怕半仙之境，其随俱乏，凝魂之姿，不似人形。欲化此章，炼之炉底，夺魂成丹，其名塑形。这仙法典籍怎么记载邪术？应该只是记载，用于告诫弟子。况且功法武学哪有什么正邪之分，不过是看使用的人罢了。怎么没声音了？大声背。父母呼，应勿缓，父母命，行勿懒。无常，父母教，今天就算了。静听，今日他平白无故就出手伤人，若不是我及时阻拦，定又要闯大祸了。明明就是他们先骂我大哥的，还敢顶嘴？哼！无常，他也是为了我。老爷子的任务你忘了？镇魔司的名声你不管了？如果现在与仙师交恶，出了事，我看你怎么回去跟老爷子交代。无常，让开！够了！从前我就被那个教主锁了16年，又被你们关在老林子里5年，现在好不容易可以出来玩了，你们还要罚我，我要回去了。金刚伏魔锁，哥，救我！今天惹出这些事，必须要给仙师一个交代。在下镇魔司都尉萧镇，有要事要见仙师，劳烦阁下通报。师尊正在闭关修炼，我等也不知师尊何时出关，若萧都尉不忙，可在此等候。你不该来。你若不想见我，那日又岂会手下留情？
妖孽，休要伤人！小哥哥，刚才疗伤的时候都看了个遍了，现在才来装害羞。五雷天劫将至，现在为我耗费真气，不应该。祥灵，你说小子还要多久？快了，就快了。专心点儿。见成绩。你还不走？你说这废物是怎么通过引荐考核的？这偷鸡摸狗的本领也能算邪术？我看到老头子就是嫌他无用，才扔到我们引荐来的。这次任务完成以后，你就向张统领自行请辞吧。摸到了，摸到了。老大，我可是好久没吃人肉了。看什么？真想当老王的下酒菜？我们再数三下。一、二、你大伤初愈，不宜受风寒。
来了。金刚伏魔锁。哎，别紧。你喜欢被绑着？哎，不是，这个一解开，我嫂子马上就知道了。萧振花无常平常就这么对你的。老大，我知道一个不解锁你能把他救出来的方法。老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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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大。你不走我还能去哪儿？被嫂子知道了一样要罚，不如就在这儿等他回来。这附近有什么好玩的地方？山下有一个桃花崖。走，我带你去玩。守山大阵被毁，仙师却不露面，究竟什么事让他这么在意？为什么这么不安呢？你也别多想了，祥林仙师早已突破了历代仙师都无法突破的瓶颈，也许修复大阵对他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。可能吧。走。干什么脏活？吴长姐，我就引荐一个负责接应的，老大干什么我哪知道啊。唐凌峰，我先杀了你再去找他算账。吴长姐，你要相信我，我可是宁某的亲弟弟啊。好久都没练了，今天跟你比划比划。连你一世情苦了我自己，照亮凄凉打翻了四季，不愿你太绝情爱得太委屈，宁愿未相遇谁陪我半段愿一生的孤寂，把心揉碎又盼望成妒忌，恨不及对不起无能为力，所以打开看看，说过忘记却骗了自己。上次和你交手发现你的拳头软绵绵的，时光敲打岁月怎可相信。哇，
曾和谁换我坚定，世事的原来，世事的相信，任时光流去，换刻骨的回忆，相爱谈何用尽一生一起铭记。我嫂子说了，你是坏人，不让我跟你玩。坏人？哼，修炼邪术就是坏人。奇门方术不分正邪，就看什么人用在哪里。这世上那么多事儿，岂是正邪二字分得清啊？照亮凄凉大方的四季，愿你太绝技。玉虚山的老不死的说我练的是邪术，那我也是坏人。许下山盟海誓，就要生生世世。用尽一生陪你铭记。走，带你吃好吃的去。嗯。酒得这么喝。这酒也太好喝了吧。这酒也太好喝了。太好喝了。唐大人，奴家在此恭候多时了。那么依照约定，奴心我就带走了。继续啊。他们怎么都这个娃娃真可爱，是你做的吗？你不走我还能去哪儿？
那我也是坏人。哟，唐大人，莫不是对这小妮子动了真情？这也难怪，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嘛。不过，就苦了尹间的那些弟兄们了。做什么？燕云对小龙做了什么？你说那样？我有一计可施，我有铁胆丝，没有王傲卷，这亏了就不中，就怕你再死，还不够锋利。王傲卷乃百下之最，我是霸道，应该可以控制他。这次。灵儿，灵儿，玄灵，你可真找到仙石的弱点？当然了，我上次发现就藏在里面了。玄灵，你敢阴我们？吴长姐说有话要问你们。尹剑的任务
最好如实相告，否则。妖阵不在，你是你的正午兄弟。是世人间邪祟，其人足矣。正好上次没打完，绑了你，会有你的骨。南末氏兄弟善用活人为攻，没想到你们连小孩子都不放过。今天我就灭了你们这堆祸害。那不是我们的，而且我用的都是穷凶极恶之徒。去和明君解释吧，不想死就给我让开。吴长姐，他们说的都是真的，其实那只鞋是我从师尊那儿偷来的。修行魔道者可谓至宝。魔道，我玉虚仙师受天地礼法，修伏魔之道，魔道之术从何而来？祥灵，你莫不是忘了当初你是怎么成为仙师的？救命啊！不要！老子沙哥今天怎么了？啊！你们都是带罪之人，死了活该！说什么呢？你怎么打人啊？在山中等待天劫，怎么跑到这儿来？我不过是替他完成未了心愿而已，你又何必大惊小怪？我果然还是看错了你。自古正邪不两立，你既然作恶杀人，也休怪我无情。为证，何为邪？嫖客虐杀商女为证，我让他手刃仇人为邪，这难道就是你们的天地礼法吗？你。
以信命救你，如今你已身披法衣，受万人敬仰，却换来我此生再也不能碰你。这是天道对我们的惩罚，我本就是该死之人。可你不是以秘术炼丹，一次又一次的扛过来了？可是仇而已，你们之前也中过招。没错，我兄弟二人自入镇魔司以来，再未行刺过他。半仙之境，其随俱发，凝魂之姿，不似人形，欲化此障，命之不利，夺魂成丹，其人速行。这种白法是灵位啊，难道师尊他？以蛊虫杀我玉虚弟子，没想到华将军的后人竟会与邪祟为伍，擅闯我玉虚山闭关事，极罪当诛。前辈误会，我等别跟他废话，先头再说。光刻邪术，拿什么比？快走！有劳你带我的两个兄弟逃出去。哥，不可！我数到三，你不管一切，向前冲就是了。哥，不要！死你！
塑形丹以愿为，只要这一次炼成极品，日后你便不必再受苦。醒了，唐大人这药下的可够猛的。要怪就怪你自己不识人吧，爱之深伤之切，我也是过来人，一会儿啊你便不会再心痛了。先吸引孩童炼丹，若他以香令为媒。禀师尊，镇魔司的人带领邪祟闯我玉虚禁地，目前仍有三人在逃。老大说过，他一直觉得对不起引间参与卧底的兄弟，所以你给我起来，得让我哥反省。难道是尊尊？快！是你的一伙。快点！再坚持一会儿，再坚持一会儿。
小人正在里面，最好有办法能让我进去，否则我一定。你全身大穴已被我封死，还是死了这条心。敢打我嫂子，你打死！来斗！我刚才都听见了，你和那个老妖婆搞那么多事，不就是为了那件什么法衣吗？你要是喜欢她的话，那件破衣服脱了不就好了？你骗我，还给你。灵儿，大礼当前，不可内耗。你可记得魔王诀的最后一句？大炼小用，凝而不发，发则灭鬼杀神。喝酒，半炷香。灵儿，你说愣着干什么？集火把，付出影像爬滑行，逼他进坤宫。
是以孩童炼丹，心中有愧。萧大人，快念法诀。我不懂咒语。你儿子凡随我上山小息，你别再来。云儿，再回去抱抱你爹娘。别说我们的孩子，是我们的福分啊！
天命在人间，除魔卫道，大赵王朝镇魔司，行天命在人间，除魔卫道，大赵王朝镇魔司，行天命在人间，除魔卫道。我先干为敬，这滴血我为你耗尽，兄弟仗剑走天涯，唯独来生里再断肠续豪情，江湖远道恨随谁远，眼中泪流不尽，年年岁岁与不过江万马不累，除了惊涛四方来为谁，盖世山河当年起无人来，这一生爱恨与你披狗伤，下一世下辈子繁华与你交杯少，两肋插刀永不负暮暮朝朝，愿来世再化身共度兄弟情，仗剑走天涯，唯独来生里再断肠续豪情，江湖远道恨随谁远，眼中泪流不尽，年年岁岁与你不过江万马不累，这情叹四方来为谁，盖世山河让天气故人来，这一生爱恨与你一并共享，下一世下辈子繁华与你交杯少，两肋插刀永不负朝朝，愿来生再化身共度兄弟情，这一生爱恨与你一并共享，下一世下辈子再化与你交杯少，两肋插刀永不负暮暮朝朝，愿来生再化身共度兄弟情。